乐视网的网友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靓颖。那你这次能够得到这个荣誉，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？很开心。其实很多朋友认识我，比如说早一点的《天下无双》，然后像《画心》，其实陆陆续续有唱很多的影视剧的歌曲。那今年，就像刚刚在台上讲说，就画心二应该算是一个重新编曲的画心，所以它不算是完整的一个新歌。希望接下来会有好的新的作品出来吧。嗯，那之后会不会考虑再接更多的电影的主题曲来唱？其实一直没有按这个方向来想，都是觉得歌曲如果好的话，我都愿意去尝试，没有提前的去考虑是不是影视剧。当然我知道影视剧是对歌曲的推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，我也希望有这样的机会有更多的歌唱。嗯，现在很多传统的唱片，说句实话的销量方面都不是特别的理想，会不会考虑说，比如说用别的方式来展现，比如说去拍一些微电影啊，或者是写音乐为首先我想讲，我不觉得它缩水很多，只是大家换了一些方式去消费。听歌的人，我觉得现在生活当中依然每天都要听歌，只是它的消费渠道收听的方式不一样了。那对我来讲的话，我一直都说我不大想拍戏，现在所以还是就唱歌，然后希望跟其他的影视剧有一些互动吧，就是别人来演然后我来唱。那你平时会网络拍一些电影电视剧吗？会，特别是有一些美剧，因为这边没有办法跟时间。